好，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五场八人军场的比赛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今天五场的话由主公杀了我吧、文和乱天下、瓜独弟小傻、飞优、防弹池提供的素材啊，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。那我们第一局的话先看一局鹿神啊，鹿神啊。那么第一局主攻孙笨啊，孙笨局我们这边啊是一个大大的忠臣。那么鹿神啊，鹿神，那么鹿神的话都可以无脑连赢啊，无脑制霸，无脑连赢。那么场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还有一个树大爷啊，那么双制衡啊，制霸模式啊，刚才说错了，制霸，双制霸模式摆在这边的话，那就我们这个发挥的空间就更加广阔了，更加广阔了。那么月鹰这个位置开五谷，看看待会儿他无懈是不是要打主攻啊？没打，那过河拆桥这肯定是跳明反的。本来开五谷就偏袒，然后一拆一杀，这肯定是跳反贼了。那么大圣在那边的话，看看，哎呦，忠臣哦，忠臣哦。那么孩儿莫怕，有弟弟在护体啊，有弟弟在护体。哎呦，这制霸还给了一把神奇的大弩啊。但是这弩给出去的话，月鹰那边有加一啊，有加一。那么周泰这边，的话你也挡不掉啊。大汉天下，一半入我手，索索再连环。桃园结义啊，这肯定是给左慈普的啊。你如果作为忠臣的话，肯定不这么搞的。那么反贼啊，应该是反贼。我们乐不思蜀，贴贴贴啊！这上来啊，就要这个连营模式了，连营模式。然后过河拆拆桥，加一拆掉。主公手里有弩，那么我们这里注意啊，非常机智的拆加一找决斗，这个地方肯定是帮着主公压一压月鹰的血线，到时候连弩祭起啊，能够有一番好评。无中生有的话给主公补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。这边制霸来一发，漂亮。那么还有属性杀，当然这个属性杀的话暂时没有什么卵用，然后再制霸树大爷，嘿嘿，竟然是个一点二一点，然后继续五谷丰登给出去啊，那么连营给出去给主公，然后再拿一排。但是这里的一排的话，拿了个无中啊也可以吧，也可以。那么无中生有开一波，继续给主公装起来啊。那么八卦祭旗还有一杀，还有一杀。那么第一轮你看我们这个刷牌量就已经非常大了啊。那这里的话过河拆桥拆我们啊，刚才的话又是拆树大爷，这应该是跳内的格局了，而且再开一南门啊，再开一南门，这肯定是跳内了。然后开南开外，你这内奸打的就有点太高潮了吧，你这不是帮着把这个主中方打这个压制反贼吗？那我们这个刚才一拆啊，这个又神连营，你偷偷我就好啊，最后表到一血的话就看后面能不能活啊，能活。那么那边的话主公激起连弩，江东小爸爸，哎呦，这应该是手里有桃啊，不然我们这肯定跪了。桃子救起来，漂亮漂亮。那么然后的话人王挂起来，在九鲁啊，九鲁周泰，然而并没有鲁到啊，并没有鲁到，再杀呗。杀周泰的话，这个你肯定是杀不掉啊，你这里的手牌啊不如先囤一囤啊。那么这里主公啊已经把粘弩弃掉啊，怕节外生枝啊，怕节外生枝。哎，这里开南门啊，那么我们啊可以自有一杀，短掉啊，短掉，好拼啊，好拼。是有是敌，一探便知。那么桃子再给出去啊，主公手上的话想要被偷到桃，这概率就比较小了啊，这个制霸没有太大的问题。然后再挪个八卦求断杀，哎呀，九杀啊，九杀、哎、那么没有断杀主公，主公哎呀，两桃啊，两桃，好拼啊，好拼。刚才制霸的一桃嘛，但手里还有一桃。那么我们这里又有神牌啊，南蛮入侵开一波，无懈可以给大圣那边打一波啊，来啊，失之淡然，得之坦然啊，来，生生不息，源源不绝，顺手踹羊，又来无懈。本来的话估计啊，顺完再勒出去呗。这里再过河拆桥，锦衣系起来，我若怕你，非孙伯符啊。最后啊，圈点好评啊，还有一桃。那么酒留着自救啊，自救。那你这回合不敢偷了吧？不敢偷，我们这还有一酒可以自救，神之连营啊，神之连营。这酒你刚才肯定是不喝啊，你再刷连营的话，这个概率就比较小了。
那么那边的话，九仓周泰啊，这职业被操死了，这不屈也是有点渣，有点渣啊。那么那个地方、啊、直接给我们一个，我们直接弃装备啊，装备不要在回合外卡在手里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那么这边再偷呗，别偷我们酒，偷个沙就可以了，偷个沙就可以了。那么要偷吗？来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那么再来挪一挪这边的人王、啊、挪一挪人王，沙没到，我们赶紧把这个酒给清掉。来，神酒又有闪，嘿嘿，那你这就没办法了。那么两个制霸，十点拼树大爷，二点拼主公啊，这个很好解决的、啊、那么再杀一刀啊，注意有寒冰敲牌，漂亮，桃子啊，桃子。那么这桃肯定是主公的，主公的。杀一刀，神灵营啊，神灵营又有了木马。那么此时此刻肯定希望啊，我们能被保住，保住我们就有生机啊。哎呀，这青龙真是屌的不行了，本来还在想你这一刀杀出去你没有几波哪能行啊，这么多三红杀三七昂啊，三红杀三七昂也是六啊，六。那我们这里弃一个木马，然后的话两刀在手又是一波啊，你杀能杀死我吗？哎，可惜猴子这里啊断杀了，断杀了。那么那边继续挪装备啊，继续挪装备。但是现在我们就不虚了，你来杀，我们有桃自救啊，自救。来吃一个，嘿嘿，待会儿啊还可以回满血给你看一看啊。那边火攻主攻你有什么卵用啊？那么留一酒啊，留一酒，然后一酒的话制霸啊，喝一酒，然后一酒制霸，然后九操，九操，九操，左大爷足啊，可以足了，足。那么我们这边啊，神之联姻收掉一左大爷啊，你看啊，这么多神牌啊，两酒两桃，保天下，保天下。那么现在还有木马，木马再次回来啊，排队刷完，刚才丢的木马又回来了。那么最后又有酒护体啊，那么这里杀我们，我们还有酒，不虚啊，不虚。那边酒杀的话，直接杀树大爷，足啊，足了。何惧于天下，何惧于天下。那最后我打的赵云，你这个已经是无可奈何了，怎么打、啊、怎么打、啊、这把、啊、关键的点还真就在陆神这边啊，神之联营两波制霸可以清联营的手牌啊。那最后还有个木马在这边，你要这再打两个人都没问题啊，都没问题。虽然这把的话主公是作为一个白板看天下，但是有父亲在旁啊，伯言在侧啊，直接打赢了，直接打赢了，还算可以，还算不错的啊，双制霸模式啊，屌屌的。好、啊，这是陆神将啊，陆神将您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太后啊，这边的一个太后局。那么这一局的话，太后作为一个大内奸，主公孙浩啊。蝼蚁何以啊，蚕食仇海闺蜜啊，那几个技能的话大家应该已经比较熟悉了，比较熟悉了。那么我们作为太后内奸局的话，这里啊整个的就是等残局啊，等残局。那么残局挨个的给你打崩了就行了。那我们这里过河拆桥，拆一个曹彰啊，那么这应该是，然后拆一个曹彰，杀一个孙奔，这应该来说是跳反贼啊，跳反贼。那么王毅在这里还顺手转羊顺我们，这一波顺的啊有点坑了。那这应该，但是他又不放南蛮啊，那不知道顺的什么意思啊、嗯、那么苏达也肯定是跳明反的，他兵王毅的话应该是这个就是看顺我们，我们是跳反贼的，杀孙奔跳反贼。那边的话过河拆桥，嗯，拆左大爷，左大爷直接无懈了啊。那边的话应该是跳忠臣，南蛮开一波、啊、这是真正的忠臣啊。那你王毅作为反贼，你不敲这个加一马、啊、还敲个暖手牌啊，打得有点呵呵。什么曹彰，那么这里注意一下，曹彰我们某种程度上可以克他一半啊。你要这个叫降池啊，摸三张我们就稳稳的打整毒啊，稳稳的打整毒。那么这边的话国泰又是跳一个反贼啊，现在来说的话应该是四盘都全了啊，两中在这边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暂时还没残血，就看啊怎么搞了。
那你王毅这一个卖的是什么鬼啊？就敲了一张牌呗，这损失不大呀，你自己还少摸一张，何苦呢？那么孙奔吾乃江东小霸王孙伯符啊，孙伯符。那么这一场整体而言的话，场上的话难点啊并不是太多啊，武将难点不是太多。舒大爷的话那边有左慈搞，左慈的话反正两边护法都可以搞他，都可以搞他，也不怕了。那么可能唯一不好的就在于国泰那边，他这个换装备换来换去比较蛋疼，到时候我们如果你作为内奸毕竟想攒装备最后大决战嘛，但是你无法决战的时候就难打了。那么这个地方一个大阵图，希望他帮我们收掉树霸，收掉树霸。这就是借力打力啊，借力打力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那么曹彰的话起一张定当身先士卒，他们竟然选择了这个集火主攻啊，集火主攻。那这样的话一个决斗两杀，直接把主攻嫖到一血啊，嫖到两血，国泰再补一刀直接嫖一血啊，直接嫖一血。那么这里的话虽然嫖到一血了，但是他的过盘量比较大啊，找桃子的能力应该还是有的，应该还是有的。那么我们这里的话还是继续选择放毒收一下树霸呗。那么你骗桃子啊，骗桃子后面我们就可以万箭收，救得漂亮，我们只能说救得漂亮。那你这救得漂亮，我们可以这个万箭，这个里啊，这里杀不对啊，杀不对，你应该先开万箭啊，先开万箭，先开万箭之后的话，你这样的话啊，树大爷说完，那你那个被敲到桃子的概率比较小啊，比较小，你这样两波被真裂的话有点亏啊，有点亏。那么最后啊，我们这里再借刀掳人啊，收完两个反贼之后，应该来说这一把好评啊，好评的。那最后清乱有一波，然后这里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震怒一下左慈？当然啊，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于，忠臣如果过于仇内的话，那你就有点坑了。那么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了淡定一点，不放毒啊，不放毒，毕竟主攻一血，然后曹彰的话这边要是短一刀下去的话那就两血了，两血下去主攻我们不一定能救得起来，所以这个时候打了一波稳局。刚才正毒左慈唯一的那个我们手里没有闪啊，当然他作为忠臣这个时候想去控反贼应该是正常的思路，就怕有那种仇内的反贼，仇太后他想先搞死你再慢慢搞反贼啊，否则你太后在这边慢慢搞人太蛋疼了，太蛋疼。那么这里他想收反贼的人头，我们不给他收啊，不给他收。那冰娘我们一波的话，这里可以先人之力，可以杀个孙策收个气乱呀，可以杀个孙策收个气乱啊。那么我们这里把左大爷收掉啊，收掉的话反正气乱三张牌到手再说啊，到手再说。那边降职，这一波降职肯定是稳稳的放出去啊，因为这一波降职他不能出杀，你这个肯定是克他一半的，克他一半没有问题。那么虽然被补一回来，然而没什么卵用啊，不在镇守中。那么这里的话孙皓、杀曹彰没有杀中啊，孙策的话给主公补牌吧，补完牌再杀，我们直接怪只怪你不该生有皇子，足了吧，足了吧，哎，好评啊，好评。那么气乱摸三昌，顺手再转羊，可惜啊，这里呢还不如啊火攻自己啊，火攻自己带走曹彰多好啊，所以这里打得有点差评了。你刚才火攻的话就直接带走曹彰啊，六排到手啊，六排到手，再乐一下国泰控一下多好。那么我们刚才的话也可以吃桃啊，回血回起来，一个乐不思蜀，主公毕竟啊娘血在啊，刚才娘血在场，所以的话不用太担心。你看这个回合你再杀的话就是少行动一次了。那么最后这里的话起牌摸三张啊，摸三张。那么这里就怕过差再来个菊花呀，你没有啊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大剧本啊。那最后主公你这个时候估计要考虑限制一下我们这边了。那么顺手拽羊没顺到，只能弃牌。那么我们这里还是激进的来了，砍了一刀啊，砍了一刀。
我们砍了一刀的话他也断上了，还算可以，否则的话我们还要担心主公那边被掳。这个时候啊，其实打稳一点更好，打稳一点。那么后宫之中岂有你的容身之处。那么最后嫖到一血，主公再补个刀，再补个刀啊，那这里啊杀我们了，杀我们了，毕竟看我们三血还是有点优势的。那么国太来，怪只怪你不该生有皇子。再闪啊闪。那么这里我们急于收人头了，其实风险值有点高啊，手里没桃，这样打国太的话一杀，那么主公要是没有那个酒的话，桃啊那估计就哭了啊，就哭了。那么这一回合他没有过牌啊，基本牌漂亮。这样说了之后我们顺利啊，就应该这一局应该是拿下来了，拿下来手里有这么多闪无所谓啊。那刚才这里不如用顺手去正读更好一点啊，你顺手也用不出去啊，用不出去。那么后宫之中岂有你的容身之处。那么我们来一杀暴局啊，而且是仇海暴局啊，来啪刺三头啊，三千啊。那么这一局的话整体来说，太后内奸局的话应该来说啊还是非常好控的，非常好控的。只要忠臣他不愁你内奸，那么所以整个场上应该来说比较好打啊，不是那么难啊，难度并没有太高。所以整场的话你看这一局啊，这边的左大爷跟舒大爷那边去撕，那么我们去的一个万箭啊，最后一个发挥啊，这边的话应该来说收完树霸在这边啊，就直接进入了我们内奸控场的模式。剩下的孙笨跟左大爷啊，分分钟可以搞死。你看左大爷一血的时候直接被震怒而亡，曹彰那边的话还要去打一打他们，国泰在帮着打一打呀，孙策那觉醒之后你不能迅速回血，那也是啊，啪啪响啊，啪啪响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三局啊，第三局这边的话主攻孙笨啊，又是一局主攻。那么我们刚才应该是把这个放在第二局紧接着刚才第一局看的。那么这一局的话主攻啊，我们这边忠臣是借都督啊，借都督恭敬在旁父亲在上，画面非常的美啊，画面非常美。那么我们标题就看到孙坚跟我们都是忠臣啊，忠臣先剧透一下，这边的话直接跳反贼啊，主攻挑战了一下啊教主的底线，来啊，搂了一下搂这个基点，结果一触即发雷公助我两血飘下去，飘下去之后呢张辽紧接着在这边又补刀控到两血。然而这样我已经看到了主公要觉醒的趋势了。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倒是这里啊万箭又不太敢放、啊、毕竟教主在那边，再放的话直接把教主给五雷轰顶了怎么办。那么这里直接勒布斯鲁控了一下张辽，这边的话又是跳一个大反贼。整场的话张辽这个位置控主公觉醒啊有点难啊，有点难。如果他是后卫的话控主公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。那么这边又是反贼啊，又是反贼。那么这个是忠臣啊，是那么爸爸的话孙爸爸在这边的话应该也是大忠臣了，来能不能有把刀，哎，南蛮好评啊，南蛮好评。那这样的话没人打无懈，主公就可以顺利觉醒了，一回合觉醒的孙笨漂亮，你觉醒一半就能赢一半。而且这个场上的将面的话整个来说没有完杀之容啊，或者大师之容啊，你即使觉醒之后一血但是依然啊逃不过这个死亡线啊，逃不过死亡线。我若怕你非孙伯符，直接桃子啊，乖儿子拿好拿好啊，手里应该有闪啊，刚才是明闪的，明闪的。所以我们这里局的孙笨啊打的应该来说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张辽杀他的时候他已经啊已经开始想着卖血了，老子不玩了，就要卖血，就要卖血。那么这里的话顺利觉醒之后还有无血，那么直接出来的话三排到手有桃血线保起来啊，血线保起来。那么这里选择了激昂杀一刀教主啊，非常的拼命啊，非常拼命。那么桃子磕一个七以上啊，那这里的话桃子肯定不留的，张辽还可以脑子来偷啊，脑子来偷，没想到吧。那么万箭啊，可惜万箭拿过去了，我们这边的话过拆顺手呗，那么可以无中开一波啊。那么这样的话肯定拆教主杀一刀啊，顺手转羊可以顺个桃子啊，张辽手上估计有没有桃，嘿嘿，手够骚啊，手够骚。那么再给一张闪啊，那想弃牌，那么人家这时候估计有桃，哎呀这就没办法了。
那我们这里可以吃个，把桃子吃掉啊，制霸一个没有问题啊，桃子还可以吃一个。你这样，你这不吃桃子，后面你有可能被张辽给偷掉啊，被张辽给偷掉。当然啊，前提是我们能活下来啊，农民要补刀了，补刀的话那样，但是我们这手里桃子很难吃掉啊，主公在那边的那个桃肯定要保我们啊，肯定要保我们，所以还轮不到我们这桃子吃起来的时候，主公那边已经桃子救了，所以刚才应该整个的应该是这桃子要吃掉为好啊，吃掉为好。那我们这里拿个属性杀吧，拿个属性杀比较好啊，拿一个红沙豆啊，那就是打张辽喽，打张辽啊，那边过鹅柴桥没有杀断杀、啊。那么猴子的话在那边九次叫足啊，明的飞闪，明的飞闪足啊足。好，那么这一局整个的应该来说，这一局的反贼啊已经没有太多的，教主肯定是崩的，后面就是跃进跟张辽了啊，农民留到最后，这肯定是现在现有的模式。那么那边继续制霸，孩儿拿好，孙氏英烈必有江东啊，必有江东。那么这里的话给我们啊阴魂了牌之后，张辽能偷到桃子的概率还小了一点啊，小了一点。那么那边立下首功，你这效果不如给我们啊，不如给我们。哎呀，这手太骚了，拿到桃子啊，拿到桃子，主公救起，漂亮啊，漂亮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既然没被搞死，然后主公的话肯定跟孙猴子在那边都要卖血，卖完血之后，杀一刀先啊。那么这里黑沙插出去嘛，这红沙这种宝贵的，而且是八点啊，到时候说不定都可以制霸主公呢。那么这里直接带走了，直接带走跃进啊，可以的。那么这样的话直接装人王啊，藤甲可以看一波张辽的底库嘛。这里换掉有点不太好，不太好。那么农民在那边的话装上扇子借刀杀人啊，这借刀杀人你不如送农民觉醒啊，小内打得有点问题啊，打得有点问题。那么滚右江东弃青啊，防止被张辽掳过去，到时候再装上青钢杀我们一刀就亏了。那么火攻短短啊，决斗。那么这样的话主公都可以扒张辽的手牌然后杀一刀了。那么结果还是给我们啊，给我们。那么给我们的话顺手转羊，哎，漂亮，有个顺手还行。那这样的话直接再空一血冰凉啊，空一血。那张辽又要紧接着足了，足了。看好了，我东吴水都是草花，给个曹仁啊，掉不掉？那我们先杀一刀，片片啊，桃子啊，没桃啊，直接给跪了，直接给跪了。那么吃桃啊，桃子可以吃起来啊，可以吃起来，冰凉控一波没有问题。那我们这里桃子还送给主公啊，还送给主公。那么这里送桃也可以吧，也可以吧，但是还是自己能保，这个时候可以保吧。主公毕竟凉血在那边，而且有八卦做防御，不是太虚的。那么又阴魂一桃啊，又阴魂一桃。主公的话你看还要留桃子保你，所以你吃桃的话应该更加关键一点。锁锁连环九鲁足，哎，没闪啊就足了。那这一局啊应该来说内奸啊控场不利啊，控场不利。好，那这一局的话基本到了这个时候啊，就是慢慢磨死农民啊，慢慢磨死农民啊，利用铁锁啊、火攻啊、决斗南蛮这一类牌啊。那么无戏还没能觉醒红桃盾，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是个桃啊，桃子在制霸，那么再来一波决斗肯定中啊，肯定中。还有一杀就不杀你，急死你啊的，最后一人一刀，那肯定就直接结束了，死在觉醒地路上，并进良足。这一局呢就是反贼啊，其实提醒我们啊，孙策局反贼你要有一点意识啊，有一点意识。你比如说这里的教主，刚才啊教主一批之后其实问题不大啊，就是主公被控到三血，但是张辽你再去砍这一刀就不太合适了，你已经偷了主公，这已经跳了反贼的身份，你再砍一刀送两血，后面忠臣只要有机会那就可以送主公顺利觉醒了。你觉醒之后江东小爸爸呀，那要你跪下受降的，所以你这里反贼啊，所以提醒一下大家，
主公孙本军一定要慎重啊，砍主公啊，砍主公。好，这是这一局啊，这个父亲在上，公瑾在旁，体位合适，天下我有啊，江东在手。好，那么这是前三局啊，还是比较赞的。后两局的话，我们先看这一局啊。这一局还是个忠臣啊，主公触荣。主公触荣的话，我们这边是一个六位的公孙瓒啊，公孙瓒义纵。那么我们这里有，现在反正就自带锦衣啊，还行，可以打打人嘛。那么比较冷门的武将啊，但是还是可以玩一玩。那么天主张飞的话，跳反也是比较正常的，这边跳忠臣了，跳反贼啊，一个决斗逼出一忠一反，那我们就可以定点输出了啊，定点输出。观今夜天象，知天下大事，闪电即起，决斗主公啊，大反贼。那么他闪电挂的话，下家树大爷别是忠啊，是忠就哭了。乱世之中，必出枭雄。那么必出枭雄，哎呦，忠臣啊，忠臣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南蛮一炸啊，南蛮一炸的话，整个但是反贼啊不强啊，这一局反贼不强。那么萌萌大在这边直接克己吗？还是杀一刀？哎呦，杀一刀树霸，杀一刀树霸。我们这里的话，看看怎么打。过河拆桥，拆一个鹿神，顺手转羊再顺过来，杀一刀鹿神，控下家。大表哥行动一波，还是巨手？哎，行动一波杀鹿神啊！九仓有没有？哎，就一杀呀，就一杀。那么把鹿神控到一血，鹿神强凝营状态。哎呦，竟然没有啊，没有，南蛮肯定是不敢放的啊。借刀掳人啊，借刀掳人，这样的话主公刚才有南蛮，张飞可能要跪了，可能要跪了。那么诸葛也要跪，那边的话杀一刀再杀一刀再杀一刀。那么桃子救起来，九操足啊，足啊。那么这样之后的话，反贼应该来说崩了，应该来说崩了。那么在火攻一波的话还行，乐不思蜀贴一个啊。那诸葛的话肯定能过乐啊，过闪电，这样五张牌摆在牌堆顶，树大爷这要坑了，这要足了，轰！哎，并没有劈到啊，没有劈到了。那没有劈到之后，反贼啊就直接奠定了这个基础了。南蛮一开，反贼该挂的都挂了。这大表哥应该是内吧？内奸足啊，足了。那这一局啊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鹿神足完之后的话，那边的话就诸葛呗。小内刚才其实应该可以自守一龙啊，这个节奏太快了。祝融那边的话，南蛮摆在那边啊。好，再杀一刀女萌啊，粘弩祭旗，突突突啊，突突突，九操足九，哎，还有头啊，还有头，竟然还有头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我们一个神无懈保了树大爷啊，然后把它放出来一波小爆发啊，一波小爆发。我们这里的话先火攻啊，先火攻啊，过河拆桥不对的啊。你这个应该刚才啊先火攻，然后该来的就能来了。刚才过拆是黑桃还是草花？黑桃，黑桃姐 也就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两张草花，这一局结束了。乱世之中必出小心。整场的话应该来说啊，还是大家开南蛮啊，送主啊，送主。这是小局嘛，小局主要刚才还行啊，还行。好，最后一局，最后一局的话应该来说这个小配合啊，打了一场小配合，那么有点瑕疵啊，我们就作为看一看配合，然后分析分析。主公孙奔啊，主公孙奔，我们七号位的大反贼于禁神将，当然啊不如老神将啊，龟缩神功。我们这里的节月还是有点突出的。那么这里大反贼这毒菜啊，跳忠臣，那这样的话反贼可能还不太好打啊，不太好打。赵云这样的话肯定要改变局势，去搞毒菜啊，去搞毒菜。香香在这里的话应该是偏反偏内的，毕竟克主公，而且啊八号位的香香，这应该来说主公要觉醒的时候，其实忠臣刻意放觉醒，那香香都可以跟他睡一觉，让你绝不得啊，让你绝不得。
顺手拽羊，这里的话可以扒一下主公，没有问题啊，直接扒了主公的手牌，可以把他装备先扒掉，这个时候不用急，先扒装备。那么香香的话，七南蛮应该是反贼啊，五五也不开。忠诚的话，肯定五五南蛮都要用的。过个拆桥，能进能退乃真正法器。那么这里的话，直接独菜的话，悲歌回血啊，悲歌回血。农民的话，祭起刀，乐不思蜀控一波，杀谁啊？没有杀。顺手拽羊杀农民呢，这杀农民杀的什么鬼，这肯定送屯田啊，哥哥宝贝儿，你这送的有点二呀，有点二。那么哑巴的话还处于离线的状态，我们继续顺手拽羊顺装备。但是这个顺手拽羊有点呵呵啊，有点呵呵。你这里的话应该来说直接顺哑巴，你最后节约扒这装装备多好。你看你节约的时候香香有点看不懂了，其实我们这里的意图很明显，就是节约到时候手里的红当闪黑当无懈还是比较不错的啊，比较不错的。那么结果香香没给啊，香香没给，所以你这个顺手战羊啊，你这用的不好啊，节约扒装备啊，节约扒装备。那么现在香香又有了装备，我们下一轮继续可以节约跟香香配合起来打了。那么农民那边还去选择杀流氓啊，并没有什么卵用啊，你还不如这里啊，应该来说反贼香香你要搞起来。那么现在哑巴这边回来之后，那么一波杀一波，过鹅拆桥，那么一波大举先给主公，主公的话肯定过牌啊，先过牌再说。那么这里锁锁连环啊，锁锁连环节约，敌军自乱，敌军自退啊，敌军自退。那这样的话继续节约啊，有无懈，然后配消机，小配合小配合。那边的话决斗送一波啊，独菜的话这样反正肯定要搞死，不搞死其他人都难搞啊。那么整体而言的话，反贼可能要有一个人牺牲去吃菜了啊。赵云的话是要去牺牲吗？应该来说他牺牲更好一点啊，你毕竟龙胆的话跟主公那边激昂是有冲突的，有冲突的。那我们这边啊，选择杀一刀哑巴敲装备啊，这些装备啊可以是他的那个举荐的神牌啊，神牌。那么这里的话没必要跟香香啊，这里的话没必要了，这里可以直接啊把主公的那边的冠石撸一撸更好一点啊。那么现在的话啊，桃园开一个差评，我们直接啊有节约无懈放一波啊，无懈放一波。那么后面的话农民继续杀流氓啊，流氓感觉要 hold 不住了啊，刚才这都情急之下开始刮闪电，但是你这个闪电对我们而言没有什么卵用啊，没有什么卵用。闪电是他刮的吧，不是主公刮的流出去的吧，应该天下大任自己挂的。诸军严整，那么诸军严整，敌军自破自破。那么这个地方继续节约消机啊，装牌啊刷起来，然后的话牌刷起来之后，跟赵元又可以奶一波啊，又可以奶一波。那边主公继续控一血啊，控一血，闪电别劈，无懈可击啊，有无懈，反正要浪费是吧？那么这里神吃菜啊，神吃菜。吃完菜之后的话，反贼可以把它收了。那么关二妞那边可以打到他，可以适当的把它收掉，而且可以适当的时候送送觉醒，是吧？双赢模式，闪掉好评啊，闪掉好评，收一波，铁锁，铁锁。那这里的话，还不如锁上，那他不破锁，想保闪电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那这样的话，直接。可以收啊，可以收。你赵云在那边的话基本是废了，但是这个铁锁的话倒是可以锁一锁赵云啊，带走一波。而且你一旦造成伤害，这个是你就能顺利觉醒啊，三点伤害正好呀，对吧，瞬间就五技了呀。那么这一局的话紧接着主公现在放出来，我们三打三，三打三的话就看这闪电怎么玩了哦。那么那边关云平的藤甲可能有点问题啊，锁锁连环这一波五年闪电的话赶紧解锁啊，赶紧解锁，杀一刀哑巴无权女，虎父无权女
啊，虎父无权女那边的话解锁漂亮啊，可以把那个藤甲给拔一拔啊。杀一道香香，那么我们这个回合啊，直接冰娘，然后的话继续给香香啊消击八庄，我们还有劫狱宝闪电，漂亮啊，这样的话还是可以的。又来刷到减一，再控一刀哑巴，控一刀哑巴。那么顺手转羊，我们又打了无懈啊，又打了无懈。骨骼拆桥，那你这个排序打的什么鬼啊，哥哥？再杀一刀，死不死？不死，有逃就齐啊，有逃就齐。那么这边的话，红杀来一波，咦，这样的话就顺利觉醒了，不能两全，顺利觉醒啊，顺利觉醒。我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父亲的力量。那么再扒一波，再扒一波，消击送牌啊。那么希望有逃，诶，可以啊，可以。那么可惜的话，我们这边啊，加一的话就香香的话，如果可以就找人睡一个，找人睡一个没有问题啊。那么刚才啊，这里的话，那边赶紧把扇子拆了啊，防止有藤甲啊，毕竟很疼，所以的话，这问题也不是太大。农民的话顺利觉醒之后的话，顺利转羊，我们无懈可击，结果又被无懈回来啊，我们再无懈保住一排，然后还有两个顺手。哎呀，这火杀疼啊！但是，一旦你这个关二妞残血之后啊，两瓢一瓢。血祭出去刻的就是你农民啊，漂亮，你把他打残了反而啊送了这个血祭。那么香香气决斗，然后那边顺手转羊，我们现在的话这个时候扒牌不太好扒了，你扒农民的话，那么这又来一个扇子，刚才那个拆的是啥啊，拆的是啥。那么这里的话扇子再扇一波啊，二妞的话估计有点扛不住啊，有点扛不住，这个扒扇子不太好啊，你不如扒关银屏的那个藤甲，拔掉之后的话反正顶多虽然破防具，但是藤甲毕竟还是很疼的，藤甲很疼的，你扒那个送屯田啊，送屯田他农民照样顺手白啊，照样顺手白，那么直接一杀带走。这个倒是可以救一救，可以救一救，救一救之后的话，关二妞出来啊，又是一波血祭啊，可以打一波。那么这边再杀一个，我们吃个桃，乐不思蜀控一下，然后的话扒一下主公的手牌，可以的。那么香香这边的话，直接墙上再找我们睡一觉啊。那么整个前期我们打一个节约消极的小配合，后期的话呢就主公离线的状态，我们就其实没必要多看了，这一局就是打白板了，打白板。那么觉醒离线英姿弃牌，那么我们还有节约的大无懈啊，大无懈，那你这里屯田留着干嘛呢？最后敌军自破，敌军自破。所以这局小配合吧，但是有一些小点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啊。好吧，今天这五场啊就到这里啊，主要在于前三场的还是比较赞的啊，后两场随便看一看啊，小配合啊，小配合。好，最后谢谢大家。